雄联盟手游全新版本上线，而各位召唤师们期待已久的无限火力模式也携众多更新归来。全新的无限火力模式中，英雄等级将从最高15级的限制突破至25级，如崔斯塔纳、洛、贾克斯、德莱厄斯等被动技能属性随等级成长的英雄将以全新的姿态呈现于召唤师面前。此外，所有英雄将在突破15级后获得全新的周身视觉特效，并基于提升的等级获得额外移动速度、技能极速，而英雄的技能也会造成自适应伤害，其受到的普通伤害将适当降低。同时，为了让众多英雄在全新的无限火力中相对平衡，英雄联盟手游对部分英雄也做出了相应的属性调整。崔斯塔纳的极限攻击范围是多远？贾克斯究竟能打多快？其他英雄有着怎样的提升？一切尽待召唤师们在无限火力中发掘。